大家好，我是金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成岩。我们主要是经营金属板材激光切割和金属管材激光切割两大类。我们在2022年购买了一台长长激光3000瓦220卡盘的激光管材切割机，在这快两年的生产当中啊，一直都是生产的比较顺畅，在给客户加工当中，我们的精度能够达到20个室内，且长长激光一直给我们的服务也是相当的完善。在设备使用当中一些小的问题也基本上在第一时间能够响应到。我们在后续的业务扩展当中将一如既往的支持长长激光